个伞炸了一下的那种感觉，风声感觉也可以听到一些。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二个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说那个脚步声和跑步声里头是没有那么清晰，低音部分听的并不是很清楚，背景后面那个声音有点就有点淡，就感觉有时候听不到那些声音来自于哪儿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这段声音，总体来说主次比较分明，然后每一个部分都交代得很清楚，就是很干脆，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。直升机的是飞过去的声音，然后就能很明显的听出它分别是从那个左边或者右边飞过去。感觉第二台呢就比第一台的立体感还要更强一点。我一跳伞的话，就感觉瞬间那个画面就来到了眼前。跟第一台比较的话，它这个确实。立体感会好很多，包括最后的这个枪声，那些动作的音效，它也表现得比较好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感觉比较单薄，高音的那个音效稍微有点刺耳。没有那么响，没有那么亮，还是发沉发闷。那种没有那种就是让我心潮澎湃的感觉，没有那种真正的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会有一些些许的吵闹。细节方面感觉有一些模糊不清。对。二号感觉是最好的。综合对比下来，我还是觉得，第二台手机会比较好一些。其实我个人就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沉浸式的体验嘛，我感觉二号做的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会把票投给第二个。第二台比较好。